欢迎来到企划三部啊！我们企划三部的作风呢，就是有事儿组长扛，加班组长先，组长累断肠，组员早买房。我们广告部很忙的，向来都是卡着最后一分钟进会场。老急着睡着，睡着了，睡着了。我的小目标是先赚一个亿吧，告辞。怎么了？不是说从容易的开始吗？